主料豆芽500克，辅料油4克，盐2克，味精1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豆芽菜，锅里烧热，倒入食用油，再把豆芽倒进去炒，加点盐，继续炒，加点味精，不断翻炒，把豆芽炒熟，炒熟以后就可以吃了，一盘豆芽菜就炒好了。烹饪技巧，炒豆芽的时候不用放酱油和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